看这个问题，哦，他要你解这个不等式，那这个我们怎么办哦？这个把它设成是等于 f(x)， 哦，这 f(x) 呢是等于 x 哈减三，哦，把二呢抽出来，二抽出来，这是 x 呢加四。好，那我要令这个函数哈小于呢等于七的时候，那么 x 就换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哈把这函数的话哈把它给画出来。我们分段来讨论，怎么分段讨论呢？把它的零点找出来，哦，这是三跟负四，哦，这里是三哈，这里是负四，哦，这是原点零。啊，当你呢 x 哈 ，x 大于等于三的时候，这些都是正的，你去绝对值不用交它。就变成呢 x 减三加两倍的 x 加四，这样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三 x 哈，四的八，八减三，三 x 加五，哦没有，二抽出来就剩下二而已，搞错了，所以呢这里应该是负二，哦负二稍微小一点。哦，所以这应该是2而已啊。所以的话，这个应该多少呢？四减三，四减三是一啊。三 x 呢加一，哦，这个是三 x 加一。好，那我们把直线画出来。当你 x 等于三的时候，哈，九九加一是十，十。哦，当 x 等于三的话是十啊。那它斜率呢是等于三。哦，斜率等于三，稍微画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斜率等于三，大概是这样的直线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看哈，当你 x 哈小于三，啊大于等于，负二的时候了，那这个是负的，这个是正的，就变成呢三减 x 加二 x 加四，就变成是 x 哈。加七呀 ，x 加七，啊 ，x 哈，加七，哦，当我呢带端点哈，当我 x 带负二的时候，那，这个 f(x) 就是 y 的话就等于五，所以是在这里，当你是负二的时候哈，它是一半，五了，哦，所以把它连起来，好，再来哈。当你 x 呢小于哈，负二的时候，这两个都是负的，刚好跟它差个负号，就负三 x 减一啊，啊斜率是负的嘛，所以应该是这样这个样子，斜率是负的。好，那现在哈，它要呢小于等于七啊，哦小于等于七的话哈，大概在这里，哦就是这个因为这是五嘛，哦啊这也是十啊。所以它那个直线啊，七的话呢，大概在这里，好，好，那所以呢，其中有一个解，跟这个直线的交点呢，有一个解哈是跟这一个直线的交点，啊，另外一个交点哈跟这里的交点，好，那我就把这里的交点找出来，这里交点的话哈，就是你 x 带七，七的话，那这一条直线哈是 f(x) 的，这 y 等于多少呢？好 ，y 等于多少？中间这一条 x 加七。好，那我当什么呢？跟什么呢？跟 y 等于七哈，找交点嘛，我就等于七。那加 x 等于多少 ？x 等于零，也就跟 y 等于七那一条的那个交点哈，就 x 等于零，就这一点。好，另外的话哈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当你什么呢？当你这个，因为这里有个焦点，这个焦点是这个直线，就 y 等于负三 x 减一嘛，它跟 y 等于七，好 ，y 等于七就是这条直线取它的焦点，那取它焦点的话，就令这个是等于七，那就是负三 x 哈等于八，
那 x 等于多少呢？三分之负八。所以这一点哈、哦，这一点的话是三分之负八。哦，这一点是三分之负八。好，那也就是说哈、哦，这个 x 介于呢零跟三分之负八之间哈、哦，这些函数值啊，这些 y 值哈、哦，它都能小于七啊。哦，这些 y 值都能小于七。也就是说哈、哦，你 f(x) 啊，小于等于七，它的范围就在这个范围啊，零到呢三分之负八这个范围。这个范围的话哈、哦，你把 x 带进去的话，都是小于七，把 x 带进去都小于七。所以它的范围是 x 哈、哦，小于等于多少零，啊大于等于多少呢？三分之负八。啊，这个就是它的解，哦、啊，这个就是答案，小于等于零，大于等于三分之负八。